顺便来看，你顺便来帮我看这个，你的报告，这个是转业画上来的吗？你这个是转业贴纸，我觉得我知道这个是转业贴纸，但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这个这个看起来很像是直接印在课上。好，谢谢。可是你看看，他这个贴纸，因为他开始他想贴上。对，反正我也很好奇，那为什么要印在纸上，在印在纸上，要干嘛？干嘛这样？贵数啊？可是这样比较好印吧？我在猜，他们平常可能没有印刷的设备啊，那直接提供。